我觉得三位基本功还是有一些些不足的，还是需要训练的。我不喜欢在团体跳舞的时候那个人不跳，就是其实五位的舞蹈都还是需要再加强的。对，今天呢动作都记下来了，然后也都学会了，但是在队形的方面其实并没有注意太多。你们想来这个节目吗？想来。你们想来这个节目里面证明你们自己，对吗？是的。你们六个人眼睛里面没有欲望，没有激情，没有自信，没有气场。你们是月华的人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宝子们振作起来。